对于一个匠人来讲，参与自家呢还是最难的。每一次的参与，才代表下一次的参与是更难的。世界浪向的灯只有两种：不人搞的挂了外头，量子为一用；不自家的放了心里，始终亮着。一棵紫檀树需要上千年才能长成，为一种独特的香味，搿是世间风尘在莫大意的味道。年轻人发展就好，传统三期掌握了搿点50岁以上的兰师傅手艺，不过遇到又很难用入现代模式。灯彩上人，十年出师，我今年75岁，这样做不了这场精细的工作。我真想要保护好我的眼睛，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美丽的资金我没有看过。可是我还是想搏一搏，希望让孩子们看看真正的匠人是哪样子的。